George 點的 chocolate milkshake， 然之後 ice coffee， 呢個係 banana pancake， 然之後咧呢、这個係 just plain pancake， 係 original 啊 ，yeah， 然之後有呢個 syrup 可以自己淋落去，我就叫咗個 egg and bacon roll， 再加三塊薯餅嘅，飲咗呢個凍咖啡之後咧。我自己覺得很難飲，因為它不是咖啡豆，它是啲即沖的咖啡，然之後變凍咖啡咯。我哋而家到咗 Sea World 啦，嚟到 Sea World 啊，或者係 Movie World 呢啲主題樂園咧，你就可以買呢啲添飲，你俾15元咧，你就可以全日飲針啊。어릴적엔비가오는게싫었어운동장밖에엄마들속에안긴너를볼때면그땐그게너무나아팠었나봐혼자라는생각이내머릿속에가득차있었어있었을텐데단지조금바빴을뿐인데사랑받고있었을텐데분명함께있었을텐데在这间餐厅里面就吃了 fish and chips， 它是20元是包 fish and chips， 所以加一杯啤酒 Zero 都不是说很大啦，都不是说很多东西玩，但我觉得小朋友来都 OK 的，因为它有个小朋友的乐园，都比较多小朋友的機動遊戲玩，另外可能有啲 show 啊，影下相咁樣。我諗係大半日或者半日都已經係可以玩曬所有嘢噶啦，所以大家係預翻半日到喺度玩就 OK 噶啦。A few moments later， 而家已經係夜晚黑啦，晏晝就去完 Sea World 啦。咁而家我哋夜晚黑咧有另外一個節目嘅，就係、是、去呢個 Outback Show 啊，因為個 show 咧係7:30開始，但係咧就6:30到咧就可以入場噶啦，咁我哋早到之後咧就可以去飲杯嘢咁樣啦。咁呢個 show 咧係包咗三道菜嘅。个 show 是超级好看，是极度推介大家看的。
不過呢他們是有講很多英文啊，所以如果來看的人呢，個英文程度一定要有那麼上下的。另外個 show 是長大約一個鐘零九個字，七點半開始啦，然後九點三就完的啦。其中呢是有三道菜，前菜啦、主菜和甜品的。咁啱呢我買票的時候就是做緊一個折扣，就變成79元一位大人嘅。佢79元除咗係包三道菜之外啦，都係包埋飲品。咁飲品有 lemonade 啊、水啊、啤酒或者係啲wine 嘅。撇開嘢食之外咧，其實個 show 係真係好好睇，勁壯觀咯。所以咧我哋係超級極度推介大家嚟睇嘅。